7月26日，有媒体拍到杨坤深夜与两名女子夜会的照片。当天凌晨，杨坤身穿花色衬衫，与两名女子边走边聊，看上去十分开心。之后，三人一同进入了电梯。进入电梯后，杨坤就迫不及待地搂住了其中一名美女，十分热烈。而美女也积极地回应，两手抱着杨坤。随后，三人一同走下电梯，坐上了杨坤的座驾离开。可令人诧异的是，两名女子站在杨坤的一左一右，且都拉着他的手，三人关系看上去十分亲密。对此，不少网友表示都凌乱了，更有人表示太辣眼睛。2002年，杨坤凭借一首《无所谓》火遍大江南北，之后事业更是一路青云直上。如今已经48岁的杨坤，在感情上却依旧并无所获，但他也有过为人熟知的坎坷的情感。